七星潭柴鱼博物馆大火，馆区500坪烧毁。熊熊大火不断窜出，几乎吞噬了建筑物。这里是花莲柴鱼博物馆，凌晨3点多发生大火。我们在里面呢，闻到味道，臭味道才跑出来看了，猫那个烟都很多了，快点打电话叫119，不然全部烧起来了，完蛋了。整个博物馆都是铁皮木头制造，火势一发不可收拾。两名员工紧急逃出，没人受伤，但整个园区500多坪几乎付之一炬，宛如废墟。大火还波及邻居。起火的时候，我们就有跑出来看了，一部放在这边给它烧掉了。消防队初步勘查，起火点疑似在餐厅，而地下室放了一堆熏柴鱼的龙眼木材，助长了火势闷烧。没有心情跟你讲这些，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处理后续的事情。因为我们要等鉴定报告出来，财损无法估计，详细起火原因火调人员正在调查。土发中心花莲报道。